斟茶，夏威夷，我来正式提你啦，正式提你啦，多谢多谢，上街上街，饮茶饮茶，小心热啊，小心热啊 ，OK 嘛？之前收过夏威夷金饭碗，做咗啲啊，嗱呢次啊正式提你啦，边度啊？我嚟今天呢，我們就是拍到底哪裡有真相的 MV 啦，就是我自己的個人單曲來的，很開心呢，就是這首歌可以邀請到兩位、這個德高望重的前輩，就是夏威夷啦，還有呢人善心美的阿姨一起出的。為什麼邀請他們兩個呢？因為他們在人生裡面就是開心做回自己，這個世界是本身是沒有一樣東西是對，沒有一樣東西是錯，是我們將我們自己規範了一些枷鎖給我們，令到我們自己很有枷鎖，就是我每日生活其實生活得不開心，但是為了生活而不停地在奔波啊，或者做一些自己都不是真的想做的事，但是好像他們兩個這樣永遠都很開心，因為做回自己嘛，不用被任何東西規範嘛，是吧？好，今天覺得夏威夷這個造型呢很特別，其實你今天做什麼角色呢？我今天做一個工人而已，遞茶遞水而已。辛苦你了，但聽說你除了做工人之外有第二個角色的超人。哦，女超人是咩嚟噶？其實即係我做嘅嘢都係叫超人㗎啦、我自己諗，因為人哋做唔到嘅嘢，我做嘅。阿姨今日你個一身打扮咧，咁啊先頭睇個導演咧，細咯，係啦，扮老闆同埋著即係扮新郎新娘咯，係啊。有一個對白喎，啱啱聽到，係咩對白？可唔可以再講一次嚟聽下？你男人咧？話就係、是、我坐住喺度，你都夠膽品咁我。係你個角色就係我係秘書，咁咧我就喺個 office 裏邊咧，阿老闆喺度咧。我都夠膽死瞓著覺，咁就阿夏威夷就會扮馬姐就 pass 醒我，跟住之後我就要斟茶俾阿老闆，老闆一轉過嚟嘅時候就會鬧我。頭先我哋 rehearsal 嘅時候咧，導演我哋全部人阿怡果然都係拍手掌嘅，點解？因為佢夠惡。其實今日個 MV 咧，阿鍾如璇大概要拍幾耐到，同埋你換幾多套衫㗎？我自己是有兩套衫啦，第一套就係呢一套斯斯文嘅秘書啦，咁另外一套咧就係、是、一反常態，本身是很斯文的秘書，就會變成一個 punk rock 的女仔，就很硬朗的，還有會很喜歡整蠱人的，好像一個入了一個仙境一樣，我發夢的時候入了一個仙境，就會跟一些朋友，我亦都邀請了兩個跨成年人士一起來參與這個 MV， 就是說、其實我做回自己而已，我開心開心就可以了，這個世界不要理那麼多，總之不要做一些傷天害理的事，好像阿姨那樣人善心美就開心了。那兩個、跨性別人士呢，其實他是做什麼角色的呢？他們兩個呢會有一個花樣年華的一些90年代的 look， 其實他們兩個、當他們坐在這裡的時候呢，我就在另外一個空間跟他們互動，但他們看不到我，就我跌了到他們交流的空間裡面，所以其實個 MV 就很有趣的、你在那個空間，究竟那個空間是真還是假的呢？或者你現在做的自己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呢？我究竟發緊夢還是不是發緊夢呢？沒有人知道。究竟我們這個現實生活裡面是不是真的有另外一個空間的自己在那裡生存著，做另外一個角色呢，都沒人知道，但 是在我們這個空間裡面，如果做得回自己就是最好的 best of the best。 聽說今次呢大貓哥為了你又作曲又填詞，是的，沒錯。這裡你會不會跟他說一些、心底話呢？咁今次其實好多謝大貓哥啦，無論係作曲、填詞定係監製，佢每一個部分都係有份參與嘅。因為呢首歌其實佢自己嘅 idea 嚟嘅。咁我覺得聽完呢個 idea 之後就覺得好正，因為我之前嘅歌未有一個咁特別嘅 idea， 就係、是、個社會其實好反常啦，因為好多人其實做緊嗰份工又未必真係中意做，或者做緊嗰樣嘢講緊嗰樣嘢又未必自己真正想講嘅。咁其實有時就係、是。有得講就講，因為你唔知聽日會發生咩事，可能過多一日得一日，最緊開心。咁你覺得今次嘅新歌咧嘅歌名同埋今次導演幫你諗嘅嘢會唔會好貼合呢？平時我係可能要做一啲主持啊，或者唱歌嘅工作，尤其是主持嘅工作，我要扮到好似好高貴大方咁樣出嚟，但係其實嗰個唔係我最真實嘅我，真實嘅我咧就係好 casual 好隨意嘅。咁我覺得每一樣如果都可以好 casual 好隨意咁樣做自己，係我好正咁樣。所以好多謝即係導演今次安排咗啲角色俾我，令我平將呢一件事帶翻喺大家嘅畫面上面，就係、是、大家睇到嘅時候就會反思，其實平時嗰個自己係咪真係最真實嘅自己咧？同埋今次經人公司咧，度咗好多好多唔同嘅場景啦，或者開咗好多會啦，會唔會多謝 Mayling 咧？都好多謝我嘅經理人 Mayling 啦，因為其實今次拍 MV 嘅 idea 咧，
係上次拍完一個節目之後，同佢喺樓下食嘢嘅時候，係大家 brainstorm 出嚟嘅。咁佢又諗到呢個拍攝嘅 idea 啦，咁亦都大家即時就建議咗，不如請夏慧依同埋阿怡啊咁樣。咁所以其實我的經理人係對我好好啦，同埋導演亦都諗咗好多唔同嘅場口，點樣可以令到件事特別啲咧，搞笑啲咧。咁所以其實佢哋兩個都係非常之值得多謝嘅朋友咯。今次鐘宇璇咧揾咗你個好朋友阿怡啊，其實聽講你上次同佢有啲淵源喎，今次點解會揾到做一個老闆嘅角色呢？其實上一次同佢合作咧，就係阿怡佢有一個結婚嘅環節啦，扮姊妹嘅，扮姊妹嘅，係啊，做姊妹係判得係阿蓉，係啊，我係姊妹啦。阿蓉好幸運咯，佢接到三個花球咯。係啦，嗰日好開心啊，大家玩得好開心啦。咁啊，接花球我接唔中，因為阿怡同我。你俾到呢一個加冕我，咁下次你再結婚嗰陣時咧，我真正結婚真正結婚嘅時候，我真係要接一個真花球啊！咁呢個其實覺得今次，其實阿怡啊，你覺得今次做老闆嘅角色係咪好特別咧？你以前有冇做過㗎？特別嘅，都係普通拍嘢咁樣啊。係嘛？係阿怡好有信心。係啊，咁但係咧，咁其實你同阿鐘宇璇都識咗好耐啦。即係識咗係啊，好似一年識佢咯，即係之前見過面。咁今次係咪你都要做兩個唔同嘅角色啊？做新娘咯。係，同埋老闆。係啊。